每次来都八折。这个上个月是没有打折，这个也沒有。我通常都买小罐的，因为大罐的就太多，有的时候会放到它发霉。对，所以我都买小罐的。对啊，所以就买小罐的就好了。而且它的盐度、它的咸度也不一样。它大罐的比较不咸，小罐的比较咸，所以我小罐的我会放。它盐你自己看它的成分就不一样啊，小罐的吃起来比较咸。嗯，对啊，都一样的啊，不一样。我呀，它的成分就是羊蘑菇啊、猪榨干奶油啊。我说它的比例不一样啊。啊，因为它的量不一样啊。嘿呀，它这一罐盐，就是所以它盐比较多啊。它我都把它当就有点像盐就比较咸。比较重口味，这个比较是松露的香味，不太一样。这两罐取向不一样。应该是这一瓶比较有不一样哦。这一瓶是一样的哦。是吗？嗯。这两瓶是一样，它只是大小之分而已。哦。嗯哼。对，那这一瓶就会比较不一样。OK。那我不知道。